我们的现场，我们的场上裁判先简单介绍一下比赛当中的一些竞技。在对战晋级当中是连进七打裆部、颈部以及后脑。那同样的，来看到第一回合已经开始了。作为自由搏击的代表人物，我们看到首先上来已经变得打得非常的高，高扫又一次打到。 李东升的脸上，同样的好，严肃的两拳打得非常的凶。那我们的李东升上来还没有找到感觉，我们看到徐武先生也是非常非常的猛。那同样的，我们的场上裁判是提示，要注意听我们场上裁判的引导。好，我们的李东升稍微调整之后，两位比赛继续。那我们看到，加油！加油！ 我们看到我们的徐武先生直接将李东师傅打倒。那同样非常的快，第一个回合才十几秒钟，徐武先生就直接把李东师傅第一次打倒。那同样的，我们可以看到李东师傅是用自己的一个防守的方式。我们都知道，现场两位直接是打到一起。同样的，我们的徐武先生做的非常漂亮，是直接把李东师傅给踢倒。 那大家可以看到啊，在现场自由搏击的打法非常的多元化，是说不同的声音，连续一个高扫加一个后手拳，打到李东师傅，以及击鼓，又一次击鼓，好，来，再一次，好，我们两位，好，我们的裁判喊停，把两位分开，好，同样在我们的现场，大家可以看到。 两位都先让我们的李东师傅以及李嫂，好，闭合的时间就要到了，还有十秒钟。我们看到徐武先生连续的一个高扫。